各位，我没有想到这预售可以这么卖的，这个我感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对我这张梦不落雨林的支持，当当当当，我现在很当当当，在这里真心的感谢所有支持我音乐的所有的歌迷朋友们，我希望这张专辑不让你们失望，我也真的感谢，然后我想告诉所有的粉丝，我很想你们，我也很感谢你们，然后很需要你们。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，但是我就只知道我看到这个数据就把我自己吓了一跳。真的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我希望就是这个专辑的每一首歌都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可。我爱你们！哇，我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。哇，你们太给力了！我的天哪，46万张！哇，真的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，感谢感谢感谢，真的没有想到卖这么好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你们这么支持我的这张专辑啊，哎呀，我其实每天都睡不好的，我真的每天睡不着觉，因为这个专辑，希望10月19号给你好看，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么一情况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啊！除了咆哮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干什么了。各位，真的感谢，感恩的心，谢谢。谢谢。对这专辑，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也准备了很多，练习了很多。希望各位开始期待我的舞台，请多多期待，多多支持，一定给你精彩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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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